我现在最想去度假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我一直很想要去撒哈拉沙漠，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很想去不丹。异国旅行对我来讲，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想象跟掌控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自己一个人旅行的时候，我是喜欢非常非常非常享受那种放空，然后一个人的那种感，因为我非常喜欢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在旅行的一个人的旅行对我来讲的吸引力是比朋友的旅行稍微大一点。对，一定会带上物品，防身的吧，像譬如说防狼喷雾剂啊。如果以身体保养方面的话，可能就是护发的吧，因为我头发超级干的。我到每一个城市我一定要有护发，因为我如果没有护发的话，我就是在外面就我整个人会很不舒服。其实我觉得今年夏天我想要尝试一些比较可能花样比较花卉，就是花样比较多的，然后那种连身长裙啊，或者甚至是比较短版的上衣，配一些高腰的牛仔短裤，我觉得比较有一点像是复古的那种感觉，然后可能绑一个发带啊，甚至是去海边穿的那个泳装都是高腰的那种泳裤，然后配一个那种点点图案的最 top。可能主要是在二里面，我是一个比较让大家害怕的角色，因为一是我是被吓，所以二是我是吓人，所以其实我在现场我是保持着那样子的一个吓人的状态。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大挑战，因为我非常怕鬼。你有说服自己就硬着头皮，因为约都签了，我也不能毁约，就想说好吧，硬着头皮把这个戏给拍完吧。对啊。